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纽约血液中心与 Van Cortlandt 犹太中心合作举办了捐血活动，正值难以维持充足血液供应的季节。捐血活动的组织者表示，夏季血液短缺通常是由于人们外出度假和对血液需求的增加所致，夏季创伤相关伤害的增加以及部分疾病在炎热天气下的加重都导致了对血液需求的增加。犹太中心表示，捐血过程既快速又简单，与人们在医院抽取血液样本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不同。纽约血液中心的团队已准备好，协助人们解决所有与捐血相关的需求。想要捐血的人士，请联系纽约血液中心，电话 800-933-2566 或者访问网站 donate.nybc.org/donor/schedules/zip 查看附近捐血点。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